嘿嘿，你看小白很大个了啊！今天准备来水库这边啊，看看就是白姑。小白，好乖啊！哇，这是白姑在这里飞呀飞，到处飞呀。我看看生蛋了没有？这个就是这个白姑，之前买回来了，还是小一个的，现在长大可以生蛋了。你看，是白哥在这里生蛋了，那里有两只，还是暖的。因为刚才我进屋里面呢，只找到一只。现在只能在这个大棚这边再找。哇，这里面有两只，哎呀，哎呀，还要继续的找啊，因为全部都是在这里生的。这里又捡到一个。到处生蛋了，看着小白长大了好多啊，我好久没有来这里了，他还认得我了，呵呵呵。水库对面啊，都种有很多水果了。捡回来了，现在就把它煮一点红糖水来喝，呵呵，补一下啊。现在天气冷了啊，呵呵，就把它清洗一下。它吃这个青草，你看都粘上来了。先把它放下来煮过先，煮熟就可以了。白鸽蛋在这边煮，现在呢，我先把这个红枣还有盐柚呢，先把它的这个汤熬好了。这蛋好了之后再放进去。这个就是我家的盐柚了，看到没有？很清透的，也是今年晒的，很新鲜。拿来煲汤也可以，泡水喝都可以啊。这个红枣把它剥开，这样更好出味啊。把这个核去掉，吃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上火。好了，烂了一个，现在把它剥掉外面这个壳，好了，现在就把这些蛋放进来，给它煮一下。煲了挺久了，熟的时候呢，就加一点红糖。真的香甜。
这个人肉已经把它的天然的糖分包出来了，还有这个红枣，再加一点点的红糖，这样吃呢就起到补血的作用啊。两是暗黄啊，或者经常失眠啊，熬这个汤来喝很不错啊。如果没有这个白鸽蛋也可以换成这个土鸡蛋也可以啊，经常包来吃，或者一个月呢包三五次来吃，真的很不错。我也要学会坚持一下，这样可以洗到美容养颜啊，搞到自己的皮肤啊白里透红，女人的加油站。好吧，那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叔，九妹从北京获奖回来了，然后现在是准备到家了。我叫我老爸抓了两条鸡，现在要把这两条鸡宰了，给他庆祝一下啊。哎，好，来，今天吗？嗨，小妹回到家了啊，跟九哥。大家好。哎呦，坐了一整天的车，还有飞机啊，早上六点半起床了，到现在还没吃饭呢。差不多了，你看大叔就杀鸡。看到大叔那里边已经杀鸡了，我就来加一点青菜。因为在北京那里都一个星期了，有点吃不惯，都是很多的凉拌菜，呵呵，还有辣椒，回来了就吃一点家乡的味道。这菜心几天没在家都长了。这么多也够了吧，好嫩啊，这个是菜心。搞好了，然后我们拿回去把它蒸了，给九哥九妹吃。啊，我烧上来的哦，烧上来的，烧一点腊肉。几千公里回来还要我炒，你炒好轻点吗？我现在不是帮你烧火吗？对吧？铺啊铺铺铺上铺水呀！来来来，一个，来来来来，给你来。一个好像是怕脏。再拿出来量一下。哦，开锅。手皮大不厚，还单是炒的吗？哎呀，什么？炒青菜呢，要烧很大的火。可以了没有？炒的好吃。哇，去北方吃了几天那个凉菜，搞得肚子都不舒服啊，就回来吃点青菜。北京那边吃饭全部好多个凉菜的，我们这边的话就一大盆就可以。我们家那边二十多个菜就可以啊。不过一个盆子那么大，一个菜那么小，放在这里就是用来看的。这个就不砍了，这个留给我自己了。老鸡，烤好了，肚子饿了，吃吧。酱汁啊，行行行，朋友们，那我们就先吃饭了。
吃饭啦。嗯，再庆祝一下杀个鸡。嗯，还是家里的味道好啊。嗯，好。九妹家的鸡，记得来九妹家，别乱用。这个鸡本来是留到年过年吃的啊，今天大叔又抓来去了。到年的时候我到他们家去又抓一个回来。你们赞成吗？赞成的话就留言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